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信哲。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。可是，在你爱的时候，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。夕阳沉入海里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，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。看过世界壮丽风景，经历爱的可歌可泣，张艾嘉姐姐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心里面的感动啊，是久久不能自己。对，余音绕梁三日，不绝于耳。刚有一种太阳升起，然后晨曦刚拨开的感觉。哎呦，对，听你唱歌，仿佛就在听我的 CD 一样。哎，对，没有哦，没有哦，没有这种感觉，没有这种感觉。